欢迎来到智能车研报光电测试。今天我们要挑战的车型是城市 N7， 我们要挑战一口气不充电跑到潮汕。你随我出来跟你跑续航的，你不是说带我吃牛肉火锅的吗？火锅牛肉你吃得多，今天带你去潮汕去吃一回烧烤牛肉。城市 N7 满电表显续航630公里，我们把能量回收力度设为标准，续航里程显示模式设为标准，重置平均能耗数据，重置响计里程，前排座椅通风打开，空调设为23度，驾驶模式设为标准。走起。现在跑了146.3公里，续航里程显示还有449，按照这个速度，我们今天的牛肉吃定了。但其实呢，这回我们拿的是城市 N7 的双电机版本，我们本来计划是拿单电机702公里续航那个，所以今天630这个续航版本已经比我预料中要好不少。排个名，在我们开出去这么多的车里面，你觉得城市 N7 舒适度能排第几？它真的能排到很靠前。你刚随我出来的时候，我还有稿子要赶嘛，我在这车上面敲键盘，没有平时那种会有点晕的感觉，因为它有一个云脸 A 的空气悬挂，在你遇上一些急加速或者转弯的时候呢，它的空气悬挂会主动的帮你抵消车身的俯仰或者侧倾的动作，你会发现开起来就有点特别平稳的感觉。对，夸张一点说，有点像高铁。真系有呢个 feel， 我很喜欢这种特别 Q 弹的感觉。是，特别你这个是双电机的版本，你刚刚超车的时候还挺有信心。3.9秒的加速，也许很多人在日常使用中用不到，但是它就像我们钱包里面的现金，我们可以不用，但它必须得有。比如说现在前面有一台车想要超过我们，一脚地板油下去，喂，我的牛肉啊！你要相信它的电耗控制水平。目前我们看到的电耗是100公里电耗20度，按照这样的水平，能继续跑多400多公里问题不大。来给腾叔点个赞，1、2、3，点赞。夸张啊！这个副驾可以唱 K 哦。简单点，干杯和你演出的我，演视而不见。游戏嘿，游戏来拼才会赢。难怪摄像老师刚刚在后排睡得那么舒服，因为这个后排坐起来还挺好的。对啊，它靠背比较倾斜嘛，然后再把这个手枕放下来，哎，哇，舒服，有种头等舱的感觉，而且后排还挺安静的。因为这个车本身 SUV 嘛，很容易有那种空腔共鸣的效应，但是它整体的隔音，比如说它用了一个20寸的轮毂，那其实路面的噪音、环境的噪音隔绝起来还挺 OK 的。而且我特别喜欢，你看它头顶有一个物理遮阳帘，这对于电动车来说真的是很少有，因为它里面下面是一个 CTB 的电池嘛，它可以把整个车厢的垂直空间给腾出来，就很多车都是天幕，那后排直接有一个物理的遮阳帘，这就很好了。以前我们跑光电测试，你知道怎么样吗？撑着伞。对呀，我们要撑着伞的，哇，多狼狈啊！那现在太舒服了。国驰都潮州，从高速下来足足堵了我们1个多小时。现在你知道吗？续航里程。哎，你先别说，现在天黑了，已经到干饭时间。要不我们先干饭？这是我朋友推荐给我这里最地道的吃牛肉的地方，所以现在我们干饭去。不是所有的牛肉都得打火锅，咱们换一种方式来体验。来，哦，谢，多吃一点，待会儿推迟喝，多用点力，知道吗？还跑啊？不是吃完牛肉就回广州了吗？你知道我们续航有多少吗？还有90多，这就完了吗？光电续航肯定要跑光啊。现在的电量已经耗尽了。它这个圈圈就是你代表着你能去的那个距离，理论上我们是可以突破广东省，还要去福建啊？那肯定啊的，所以这就是我们今天晚上的目的地，福建省漳州市。走起，现在我们的续航里程还有90多，才59公里，没问题的。现
现在表显的续航只有64公里而已，离目的地还有40多公里。摇柄检查站，我们是不是准备要出省了？已经离目的地呢还有13公里，然后剩余续航还有30公里，我觉得还能跑。现在越来越有信心了，已经。450米处，有限速60拍照。漳州欢迎你，粤闽第一城。我们开着一台腾势 N7，从广州跑了474公里。来到了福建省，还有26公里的续航，要不你帮我找个充电桩先？哎，也以防万一嘛，来，是不是？哎，找到了，直接可以发送到你那边。已为您重新规划路线。哎，有副驾帮忙找一下充电桩，或者找一下吃的，对，挺方便的。498公里，499.9，哎，500公里了，500公里，你在这里还能要几圈？那些会当我们是怪人吗？我说老姐，有点晚了。驾驶辅助功能受限，冇了，冇了，我踩到底了，我已经踩到底了，没了，没了，没了 ，OK， 哎。N 档他自己帮我，他自己挂 N 档，然后自己打开双闪，没了。OK， 出发到现在跑了503.7公里，用了7.5个小时，平均速度66公里每小时，刚好打了8折，对不对？其实我们的这样快的平均速度，但是我们的电耗其实也就16.3度每100公里。哇，这个续航达成率有点超乎我的想象。OK， 那么到我们的最终环节，这台车多少吨来着？哇，没有助力就是有点。我难掰，你冇要我要掉头啊！反打啊，到刹车，去到裤都甩啊！有波啊！系咪人嚟噶？你哋两个个方向盘突然间轻咗喎，什么意思啊？就我刚刚推到它发电了吗？对啊，突然有电喎、那我刚刚推了个寂寞啊！双枪超充，双倍快乐。其实说实话，刚刚那个双枪超充用起来真的挺让我印象深刻的，因为它的补能速度其实已经能够媲美那些800伏平台的那些车子了。重点是它不挑装，对，什么品牌的装都可以。所以如果在条件合适的充电桩上面，它可以实现官方所说的15分钟充电350公里的续航。但是像我们刚刚那样子，我们用的充电桩比较慢，只有60千瓦，那这时候没关系啊，两个60千瓦。1+1=2嘛，也能跑到120千瓦速度，所以我们的补能速度非常快，哪怕电量用到零，也能快速补回来1个小时。所以说，这台车目前以它的500公里的极限续航，也意味着什么呢？意味着你在广东省内，在省界范围随便开，不用充电，一次性到，就是这么自信。